Alice and Olivia 呢個品牌係由女設計師 Stacey Bendet 創立，因為佢希望做出一條可以令身材睇嚟更加迷人，同時穿著又舒適服帖嘅褲，所以佢喺2002年創建咗呢個屬於佢個人嘅時尚品牌。憑住佢獨特嘅風格設計，品牌已經成為打造 vintage 風格嘅必備品牌。一向俾人好似女仔青春活潑氣息嘅 Alice and Olivia，雖然最出名是少女 Cocktail Jazz， 但 Stacey Bendet 建立品牌之初是以服裝為主，無論是率真的服裝還是 Cocktail Jazz， 總可以吸引到女仔成為心頭好。而 Alice and Olivia 這個品牌有很多捧場客，就像 Taylor Swift、 Selena Gomez、 Paris Hilton 等等，既然這麼多大明星都擺佢 Brand Outlet 就當然不會 miss 了這個 brand 啦。這件同文長身的外套就夠特別，充滿獨特的 vintage 風格，令人一見難忘。修身的剪裁加上腰帶，令個身材看落更加迷人。唔怪之咁多捧場客，大家快啲嚟 Brand Outlet 留意下呢個 brand 啦。